厉害吧？厉害呀！山雪莲，啊，铁质含量很高，哇，这是四十的，哦，四十的，四十这么多，四十啦，吃吧，下水泥，汤都可以，嗯，哎，刚刚我们被导游问说，我们四个人吃素，哎，导游很惊讶，哎，他说这么年轻就吃，好险，跟我们出来的那么壮，你长那么壮。入场还有一个小时时间。你别变态！变态！好笑。经历了五个小时的车程，而且慢开车。现在快一点了，一点，我们到司马库斯了。司马库斯。其实没有很远，就是那边有个竹子编的像凉亭一样，那样往右走，走到。有卖炸鸡，有卖炸鸡，有卖炸鸡，只有那一家。大哥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啊，对，哦，对哈，你。我们来到了司马库斯部落。我们从台北来这边花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程，而且最后的那个路超颠簸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，就是他这边是一个小型的共产主义，他这边就是所有人都要工作，工作的人呢都可以领到薪水。然后那个大哥说，以前观光发展还没那么好，所以薪水还没那么多。但是现在薪水比较好啊，一个人就是2万块。而且他们会轮调，有的在咖啡厅工作，有的是修马路。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，就是，哎，咖啡厅工作很轻松，那修马路比较辛苦，所以一定要轮调，然后他们才会觉得是公平的。对。但是就是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的那个马路啊，都修得超烂的。最共同的福利社，我们去看一下有卖什么东西。这边竹子是算是这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，一路上种很多竹子，竹子可以砍下来拿来卖，竹笋可以拿来做成是桂竹笋干、椴木香菇、萝卜干、高丽菜干、随缘泡面，而且是百汇口味，弄古茶汤，听起来好像蛮好吃的。真的好吃，晚上就靠这个，好可爱，好迷你哦。对。好小包、啊、欢迎光临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。什么事啊？现在要走去瀑布。对面的朋友，现在开始要走非常困难，很可怕的路，太容易了。走下去要30分钟才可以到瀑布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还要往下，不用不用。上来感觉越来越接近瀑布了，有听到水的声音了。走走走，快到瀑布了，我们要到瀑布了，哇！开始走艰难的回程上坡，我们现在要回程，回到司马库斯部落。我们刚走了快2个小时的路去看瀑布，现在流超多汗的。对，是这是我手势啊。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司马库斯部落，位于新竹县
坚实乡的司马库斯部落，它是泰雅族有170到180人左右所组成的一个部落。它以前有叫做黑暗部落，也有叫做被上帝遗忘的部落。这个部落是全台湾最慢有电的一个地方的部落，它在民国68年的时候才有电，所以这边还保持非常原始的样貌。因为晚上的时候都很暗，所以才会有黑暗部落的名称，非常的原始。然后直到后来开始有观光产业之后，才慢慢蓬勃发展起来。然后到现在是旅游必来的一个景点之一，被上帝遗忘的部落变成上帝的部落。为什么？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。我们现在要去听导览了。听说导览大概时间大概1个小时，1个小时，有点太放松了。对，太放松。后面有两个人，插了两个人头，对，而且表情很奇怪。对。你们在干嘛？啊？第二场是吴连哲，欢迎大家。你的头目的名字，你再给我念一下。马务斯。我们现在人好多，好像在夜市啊。对，真的。要开始吃饭了，速成四成素，速成汤啊！我们在餐厅那边等了，现在已经20多分钟了，菜都还没上来。那我们太饿，我们去楼下合作社买吃的。久等的晚餐终于上桌了。现在已经进入晚上了，我们刚吃完晚饭，然后去那个教会看他们的表演。早安，现在是在司马库斯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，都是自己的。见。简易式的那个房间，这个先生穿短裤哎，怎样？现在气温大概25度，现在气温大概16度，最好是手表上面有气温啊。可乐四个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是素食吗？对。对耶，可是我没有摆臭脸吧？你就这样。有时候会突然不见，但你调一下就回来了，不会说很严重的那种。今天早上有热水。吃饱饭了，我们要去登山，我们要前往巨神墓区。对，巨神墓区。Go。Go。我觉得再一张，你再，你不要这样。什么在上面哦？很大，就在前面5分钟而已。好，谢谢。62，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哇！哇！壮观哦！耶！全景哦，所以它到了用鸡蛋去换豆腐，哇！因为吃豆腐可以变强壮。